蛮有意思吧。射远一点，留个纪念，以后于总看，也要给于总看。真是出人命啊呀！糊了，糊了，飙水了。糊了，上哪来糊了？陈总，船走过了，台湾手机。躲什么了？这拍的手机不该在前的，肯定在六层的。这次不删，留着。太小人去。开了。有灯。买啥石头？妈的，12万一个呀、啊！我们养不起一个，对着我们山东来说，不就是小菜？上班炒股，我信了你邪。石头还没搞完，石头还没搞完。喂，哎呀，乐乐呀！别装啊，别装。啊。别装啊！陈总，你说你是为我们？你再炒吧，这个事情给任牛看。我就怀疑你拍的是不是给任牛看的。我是弄人吗？我是弄人吗？哥们们，拍了3分钟了，现在遮脸毛用？赶紧删，赶紧删！看看我们的身重。下班认真的扫床子，扫得干干净净，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干着6000块钱的事，陈总，拿抹布再抹一下啦。明天查给你。对啊，看，还拿气枪吹，看完了，抢有年度的优秀员工啊。陈总，来上面吹一下，他妈的，干净啊！陈总，劳模啊，枪口的劳模啊！他妈的，学习一下，别每天玩手机，把手机拿着给我们慎重拍一下，是不是？看我们工作中的深度，不一样的深度。陈总，看镜头。陈总，别这样了。今天咋不标油了？今天。别不好意思。看这边，别拍，怕什么？重新拍一张我。拍个丑的，把你搞事的那批镜头全部拍下来。明天好传给任牛。嗯。说明我是就此加薪的。靠什么加薪？就靠这个加薪。你怎么那么不好意思呢？有没拍头的？怎么没拍头的？
就是要拍到老板不在的时候，你怎么怎么搞事的？老板在就说你装，你看，啊，平常就这么搞事的，让他看一下。给以后来枪友的人学习一下。你问油枪呢？哪里还有油枪呢？拿油壶标两下算了，就把那个油倒一下。来，我们跟随镜头，看宋怎么搞事的。来呀！陈总，现在是凌晨一点半了。看别哥都睡得呼呼大神，你还在飙油。你不觉得自己很悲催吗？你看看我们余总，睡得哈里哈屁屁的。是啊，我们余总睡得哈是哈屁屁的，你还在飙油。那必须要还不睡，他们也不上班，他们也请假来了，还请毛假。他明天去村上上班。工资一拿直接跑村上上班去。你看你在搞我逼，你看你在啊，上班拿着个手机，下班也拿着个手机。你是为了母逼是吧？你学校我们深重。上课，怎么删的？还没扫干净，陈总。陈总。热，你看你搞床是。跟你不能比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看。这不差的，你保养。什么保养头了？已经快坏了，连快速都没有了。还好，就是用你保养的。本来坏没装好，都怪我。拿给我们深重比来了个特写，看一点渣子都没有，这哪像用了20年的床子啊，这哪像80几年生产的床子啊，被我们这种擦真是干净啊。陈总，来最后来个微笑，完美的结束，来下班了。